为庆祝澳门特区成立19周年，澳门体育舞蹈总会透过举办2018歌舞星辉耀豪江汇演，增添澳门回归的欢乐气氛。汇演将于12月8日晚上8时在塔石体育馆隆重举办。今年邀请到3队拥有世界顶级水平的体育舞蹈运动员来澳献艺，同时首次新增拉丁队形舞，俾市民欣赏世界一流标准舞及拉丁舞的精湛技巧和优美舞姿。为加强表演元素，亦邀请到香港及澳门的歌手同场助兴。至于售票方面，请于11月21日至12月8日期间前往港星传讯购票。今次只设门市售卖，冇预订门票，售完即止。另外，只可现金购票，不设信用卡签账。